这是什么？猪肺。猪肺多少钱？下酒菜最好。哎，对对。你卖这个卖多少年了？哎，还没吃，还没成呢，忘了，光说话了。卖了20来年了吧？20来年了。对。17块钱。17块钱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卖酒吗？卖点酒。哇，这个牌子。这大哥是要了几个炒菜，要了3瓶瓜干酒。这瓜干，口感怎么样，大哥？入口肉。那你这3瓶是几个人喝的？我4个人，4个人，喝高兴了。美女，这瓜干酒喝着口感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一人一对能喝多少？没有，没喝过，第一次喝。我刚才看你喝的挺好。是的，是的。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很好。哦，你慢慢喝啊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这几个兄弟是要的瓜干酒，要几个小炒菜，喝个羊汤。兄弟，你是从哪过来的？水浒故里。哦，好汉运城。运城。喝瓜干酒，这瓜干酒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入口棉，入口棉。再来一杯。这大哥喝着好喝，爆了一箱。大哥是从哪过来的？江苏宿迁。啊，这大哥也是要的瓜干酒，要了几个小炒菜。大哥，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临沂，南山的。这酒喝着口感怎么样呀？大哥哪里的？山东济宁家乡的。这个酒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喝得很绵柔。这是卖的什么呀？猪肚，你看看，这家伙，大块肉啊，肉还挺多的。这可能是猪杂乱七八糟的弄的一气，行吗？这才是真正的下酒菜呢，行吗？是。味儿还真不赖，挺好。免费的辣椒，1块钱一个小饼，买俩，啊，跟大西巴子似的。这小菜啊，得喝个小酒。真好，这些酒越倒越上瘾。哎呀，咱这些酒花还没散呢啊。这些酒不错，入口清冽，回味有一股地瓜干的清香味，挺好。这是什么酒啊？看看这42度地瓜干。对，还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猪耳朵，这好像是吧？啊，猪耳朵贵着呢。哎。这好像是15块钱一斤，吃吧。后边的大哥就是喝的这个酒，42度地瓜干，净含量500毫升，1箱4瓶，还给咱们4个小黑碗。视频的左下方有链接，喜欢的自己去拍。